法是从昨天到今天啊，很常看他在弧顶在跟队友做一个配合。这边阿吉直接秀出来，李凯燕三分球。所以在杨敬敏的身上，现在看一次刚才单挡之后李凯燕的三分。因为阿吉他是一个进攻型、进攻非常出色的球员，有很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，可是在大家打点的一个对象，跟策略都蛮合理的，也都打出了不错的效果。弧顶位置李德威，这球倭寇跳得高，最后篮板下来。那如果是自己的机会都不会放过，后门断掉。敏哥这球传得非常漂亮哦，是利用一个地板球，在两个防守球员当中，刚才失去了杨胜燕的防守犯规。李凯燕直接到禁区左手挑篮，新北飙风。